心老师你好呀。大家好大家好，我是配音演员山心。没了。哎，没了。我还期待着更多更多的东西。就是配了很多动画游戏等等作品，我说出来害怕大家催更。没错，配了一些。罗小黑什么时候更新啊？要等鸡吃完了米。哎，山心老师，你看我头上有个东西啊，那等于说是双簧，那要什么感觉呢？我看看啊，导播突然给我拿了一段稿子，啊，是这样的呀，是什么？这样的本子啊，这样的本子啊，啊，让我喝口水，我开始害怕了。北极星在做什么呢？好想他。一直看不见他，我感到快坚持不下去了，我是不是快死了呢？心里好痛苦，太痛苦了，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感觉好难受啊！哪流活动，原来这就是喜欢吗？得赶快告诉大家才行呢。妈的，你们在做什么？为什么骗我？为什么要和我抢北极星？明明是我先来的，不能原谅你们！我要拿回我的北极星，它是我的，是属于我一个人的。原来是这样啊，只有我对北极星是真心的。好了，这是什么病娇？好怪哟、哦！